您没听错，和连胜文用力握手，民众说的却是。当面一句要用选票教训你，还意犹未尽，民众再补上。连胜文不开心，对对。连胜文也只能笑笑来回应，毕竟不给面子的还不止这一位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在过两天会选，谢谢。虽然偶尔有冷眼或鄙弃，多数民众还是伸手献热情。连随扈都化身助选员，连胜文拼命扫街对抗对手超级星期天的游行嘉年华。听到柯震营喊出200,000人上街头，连胜文不着急。我们比较相信警方根据专业的这个经验所判断出来的数字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可信。警方的这个专业判断数字会比较好。20万强压连胜文10万。连胜文冷处理，就怕长他人志气。柯文哲也不敢得意忘形。投票日逼近，双方更小心，步步为营。记者陈明华、詹青台北报道。稍后整理。